庆祝玄天上帝圣诞，玄德殿也举办了平安宴。玄德殿为庆祝玄天上帝圣诞千秋，从农历3月1日起邀请春美歌仔戏团连续3日演出，为玄天上帝祝寿。另外在农历3月4日举办的平安宴，特地邀请游民一同同欢。每一年呢，我们的农历3月1号开始有春美歌仔戏，那其实这一个歌仔戏连演3天，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要去登记自己能够平安宴呢，总共宴请了120几桌，那这当中呢有16桌是给我们的游民，就是状元桌，这也是我们主公一直在推广祭祀，那做公益。那因为呢，我们3月21号的公益活动里面有写生比赛跟捐血活动，那所以写生比赛呢，也利用了平安宴呢，邀请学生跟家长一起回来我们的玄德殿，然后参加颁奖典礼，以及跟我们主公祝寿，共享盛宴。玄德殿为前镇地区居民的重要信仰，成立的基金会长期举办各项公益活动与慈善救济，发挥宗教仁爱精神，服务社区民众。十方新闻黄慧茹、肖瑞峰高雄采访报道。